不是我说，这刘真够肉，你看我打他只掉几百，他打我一下，我操，九千七，我这刘禅，这还是刘禅吗？这干脆叫刘挖机算了，一万暴击，我娘，搁战争去打不了，一个人打不过，那就五个，直接把他逼到墙角，我就不相信了，五个人。都弄不死他，我天哪，他还把策划把人给抱死了，我连觉得我天哪，我还真就不信了。比赛结束以后，我来到训练营，我也要试一试这刘禅。训练营都敢跟我开玩笑了，老弟弟的训练营有漏洞，他以为这样我就信了，我不信，我决定看你一击巅峰了，接下来我就要看一看在实战中他还能不能保持这样的攻击力。离我们走的是对抗路，现在的这个刘禅呢，走对抗路那简直是造反天罡，主打的就是一个刺激，何况还是对线的大礼物，不过在刺激以后我有很大的把握直接把他拿下，你看绝地反击1%，差一点他就毁了我了，真是的。不过我们也没看出来有什么高的攻击力，只能看中后期了，时间一晃就到了9分钟99秒，此时后期我身壮能不能打出这么高的伤害就看这一哆嗦，我直接上路跑进敌人的刀，一个暴击直接1万刀秒俩人，随后砍起大招又转死2个人，我的天哪，只剩下吕布一个了，直接假一巴掌直接不死，我的天哪，这是什么攻击力，我怎么还是觉得是假的呢。